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。观战一把抱小鱼的雕刻、祭司、先知、前锋、机械，一套修的挺快的阵容。搬了一个先知啊，不是搬了一个佣兵啊，搬了一个佣兵，这里上来找到前锋，这套阵容抓前锋是肯定不合算的。夹一手，夹到了，怎么地，真要抓前锋吗？带的是个闪，有先知的。推，我去！一刀越，这还让人怎么解说呢？这抓前锋真的不合算呀！外面一个先知，一个机械师，这两个人就能修三台，祭司再补一台，四台电机没了。你抓一个前锋，但凡能救下来一波，对吧？这前锋拉走。不过他有一个闪现，提高容错率倒还行啊。这边是丢坟场来找，看见了机械师，我们看看谁安排谁来救人啊？安排谁来救人？祭司拉大洞，先知也没有想法，机械师这边被夹了一下。他真就是对吧？就仗着自己的技能够准，那你也没什么办法。不是说对不对，我分析的不对，或者说有什么毒奶，就是这套阵容怎么看都不会去抓一个前锋，要我肯定扭头就走，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对吧，那这个怎么办呢？那操作好，技能准也没什么办法啊。这里选择卖掉前锋了，卖掉前锋也行，卖掉前锋尝试保平吧，但是卖掉前锋以后呢，这套阵容有点脆啊，再倒一个这里可能就没法打了，贴过去把大档打了，然后雕像如果能再夹一下戒师闪现，把戒师提了，这个局就赢了，而偏向于一个赢面了。真的我都看不懂这游戏了，上来抓一个前锋，这前锋一挂没了。哎，我怎么解说呢？这还让不让人好好解说了，对不对？我认认真真给大家分析，但是呢偏偏出现了一些就是不是那么常规的一些事情啊。这边戒师绕圈圈绕的还挺好，这边这块板子再给你下了，哎，夹一下，好的，再推。这边交不交闪？不交闪，破板。前面四个雕像啊，这个位置雕像夹一手没夹住位置，我觉得可以闪出去了。这里其实这个闪是可以交的，交完以后将人击倒，哪怕先知鸟交掉，这个戒师也走不了了。闪现一刀，他选择更稳的一个闪现，这个闪现就是来防一手先知的鸟的。两台电机点掉，这里过来还知道戒师的一个娃在哪里，还要把这个娃给打了，能不能摇下来啊？摇不下来，摇不下来。祭司应该是补大房的电机，先知外面重启台两台电机，但是现在需要有一个人来救人。炸机了，六个雕像，满配雕像。这先知怎么地打个半管血，我觉得还是要的。祭司来了，祭司来了，祭司提前过来。哎呦，一轮雕像没了，这怎么救？拿头就打，你要给上，漂亮，打，哎呦，两边各种博弈，他已经防得很好了，那一刀没有直接打，就是防你这只鸟，然后想用雕像来破鸟，但是这边求生者祭司这边的操作也不错，拉了一波，然后打了一个椅子刀，这里回身过来看了一圈，两连雕像可以带走这祭司，祭司贪这台电机的话，可能要出点事儿。就当我没说。穿豆，这一波打完，求生者还是有一点点机会能保平的，但是只有一点点机会，仅一点点机会。至少就这样的话，看起来是有机会去把那个电机点亮，然后打一个三仗开门战了。人挂上，摸好，戒师压满救，先知去补电机，
主要一个什么问题呢，就是这台电机怎么点，因为坟场一照然后把修机的人打残，这电机可能点不了。技师捡起了前锋的球，好，这边两类雕像找到先知了，那这个先知可能救不了人，或者说可能别说救人了， 他可能电机都不一定好修。这边是选择先回来压着把人压过半，然后再来防一推。主要是现在这边两个人的位置都明的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这里没有办法去修电机了，先知重启一台，大房的电机没有人补，没了啊，一个四装啊，一个四装，这个就应该是一个四装了。还是归根结底，开局那波抓前锋抓的太帅了，噼里啪啦两个雕像直接打中，然后一刀先知的鸟都没机会给，那没想到的呀，这对吧？这前锋突然没了。然后这套阵容不太好救，地窖能不能跳地窖？我觉得不行。各位观众觉得行不行？觉得行的请扣一，觉得不行的请扣二。我觉得跳不了，在先知得吸出一个鸟才行。我这边对吧，架着你雕像慢慢的推，等下一轮雕像完成一个四抓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个人不讲武德，我都不好分析，莫名其妙上去抓先知，那你敢先啊？我们下期再见啊，拜拜。